只要你把它放了，随便你想怎么样。是吗？那用你的双手换你的马子，应该很划算吧？想不到我们云上的人这么没水准呢、啊，居然会这么多人打一个。你们就这么崇尚暴力吗？上次放过你们，这么快又故技重施。看来我太子的爱的教育对你们来说是没有用的。哼，你这个不知人间疾苦的公子哥，你别以为你有妈范春怡帮你撑腰，我就不敢对你怎么样。我警告你哦，你如果再敢插手这件事，我就把你打得满地找牙。看你打架打得那么扑漏，该不会打架比打球行吧？刘华是你自找的。陈峰，你们放开！你过来，小心！站住！小心！你只有这点能耐吗？啊！你打到最后，只会这样子吗？输球就输球嘛，运动员的精神到哪里去了？想赢他是不是？想赢他的话，就到球场上去。他已经付出他应该付出的代价了，还不够吗？这件事情我不想再追究了，还不走？是吧？我难过的是放弃你，放弃爱，放弃的梦被打碎，忍住悲哀。我以为是成全，你却说你更不愉快。我难过的是忘了你，忘了爱情，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。